这个就是我们丙级考试里面的哦，讲考试导引教学是不好的，但是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哈，他会给你一个这个包装壳是什么不一定，包装壳是什么不一定啊、哦？然后呢，他现在的话，他有刻度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不信任你们，我怕一失手的话，因为我常失手。来看一下，这有刻度，拿去看。是不是有个刻？这个刻度是多少？一公分哦。这是圆形刻度片，这是圆形刻度片。然后里面的刻度量是一公分，但是它一百小格，它一百小格哦。来，慢慢看看一下这边。我怎么这么聪明，用袋子把它装起来？来，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会笨手笨脚，一丢，然后这么小片，时间就找不到。好，他会给你对不对？我们按照我们的说明对不对？把它旋开，旋的时候呢，就有两个做法哦，两个做法就是。右手定着，我要让它出来的时候，就这样旋这个方向出来。出来之后呢，把它放进去，把它放进去。好，那放进去的时候呢，如果你眼睛够力，像我们这种死老花也没有办法了。你可以看到它正面或负面。来，就是把那张整合给我好了，整合丢给我，谢谢。好，这是那个，谢谢。这个是那个视镜子，视镜子擦的时候单方向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因为这样你可以看到正面或负面，我不知道。把它放进来，放正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来帮我特写一下。我这样子看，哦，它是对不到焦，而且是反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把它换面，换面，再对一次。哎，就很清楚了，是焦没有错哈。这时候因为。它还没固定会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我就会一直保持垂直向上，掉出来没关系，就捡回来就好了。这是它的扣环，来帮我特写，帮我特写，这样进来，进去对不对？这我这边左手不动，右手让它进去的时候，这个方向进去，好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这个插在哪边？来，做得到，麻烦你。这个没有刻度，你进去眼睛看一下，这就是刻度片。OK 喽，好来，那麻烦你们几位同学操作这个动作，操作这个动作哈。再一次哦，就是这个我写一个 B 的，就是可以拆的哦。到时候我会再请学姐再帮我买一些，再买一些哈。一样，就这边它这个地方。怎么？我转那么紧？啊，有转动了哈。我把这拿开，你就练习把它旋开，拿出来装进去。好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来 ，OK， 从你开始好了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可以暂停，谢谢。来，你们先练习这。